要拍摄的是我两只亚达波拉，然后因为很久没有量他们的体重跟就是他们的龟壳的宽度啊、哦，等一下我再量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哦。然后其实他们都每次我来后阳台，他们都会直接靠过来。对啊，那我们先来量这一只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只其实是背非常的高远啊，然后它现在我已经快40公分了，所以慢慢的长大。然后其实他们都还蛮乖的啊、哦。现在来量这一只，这一只现在几公分？大概也。这一只大概37了，对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拿体重计来量一下，哦，体重计，哦，来量一下，哎呀，这一只多重？哦，这一只是9.8公斤，哦，也是蛮肥的。好，现在来量这只。哇、哦，这一只是9.3公斤，哦，所以其实两只都快10公斤了。然后呢，这两只就是很活泼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环境，通常他们自己就会去泡水，然后那边就是他们冷的话会躲进去、哦、然后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养他们养多久。然后呢，这两只假如有兴趣的龟友呢，也可以密我的官方 LINE。 对啊，因为我可能就是想要割爱给有缘的、哦、然后这一只让大家看一下、哦、它其实是非常的高远、哦、然后其实龟壳也是蛮平整的、哦、让大家看一下、啊、大概9点多公斤吧。那这一只呢也是龟壳非常的平素、哦、让大家看一下、哦、也是非常的圆。好，那要是对于这两个龟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密我官方LINE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